如果真的不回去，就会死吗？不久前我发现那些花草已经开始腐烂了。这跟都敏俊先生有所关联，您是这个意思吗？都敏俊先生不可以。如果都敏俊先生留在我身边然后死去，我会像刚才那样哭，痛苦地认为你是因为我才死的。跨过天际的彗星 Deep South 在接近地球途中，我真的可以战胜这命运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来自星星的你。